介绍教会。好，哎，不是我在录影。哎，你介绍，这是新生命小组教会。这新生命小组教会。对。今天在这里是儿童在这边，对。儿童堂。儿童的，对，儿童在中关海。好玩的，这边都是有儿童，他们都是还非常年轻的，是，有大概都是国中、初中都在这边。哦。大人在，然后介绍你过来介绍一下。这是刚刚进来的那个门。来，这个是就是我们平常聚会的一个组合，但是因为人不够，所以大概最多300多到500多，全部起码800多，所以我们大概教会有大概3000到4000人左右。3000到4000人，哇！地方不够，不是人不够。对，但是人已经塞不下了。这边是有咖啡厅。这边是交谊的地方吗？没有，这都是小组。这是小组的地方哦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，像这些都是教会的，自己开的，这些都是教会的，然后都是自己拍的。哦。起来建立你的教会嘛？为什么建立是你的教会呢？是你的教会。您95年回来啊？我看那个，我上网去查，就是82年。我在录影啊，我在录影啊。参加那个卫生、嗯？没有，2002。2002。他们早上他们有一个师班，他们正在练，然后年龄比较大的，年龄大大概这个圆盘啊，转过来这边还是人来的，对，刚才就是过去就跑过去，另外那边人还是知道，所以看奇怪，这边就已经是70级了。这个是小孩子啊。26了，今年来讲，到今年到第26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这里面有3000到4000个人在这儿啊？对。
我们要坐在这儿。坐一下。嗯，好。